胡歌发文，同志们，永别了，我想念你们。网友，别吓我们。胡歌发文，同志们，永别了。胡歌是个十分优秀的演员，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。不过，胡歌的仕途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在《仙剑》红了没多久后，一场车祸让胡歌跌入谷底。不过休整多年后，一部《琅琊榜》再创经典，让人震惊于他的演技，每一个角色都让他饰演的惟妙惟肖。原来这是胡歌和刘涛参加故事中的中国中饰演的永不消逝的电波，他们两人的演技真的十分惊艳，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表演得非常到位，每次他们两人合作都能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惊喜，希望这两位老戏骨能够多多合作，带给大家更多好作品。